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讲，就是征兵渔港的一些流水啦，然后还有一些厂生，就是做一个解析啊。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问我都钓什么流水啦，水深多少啦，然后我是用什么样的钓组啦。那也有人问说，要怎么进去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没有去过的朋友想问的问题。那我就想说，那我今天就来做一个解析，这样就好了。OK， 那我们先来讲地形跟环境啊。它是征兵港，就是在基隆的中正路上。然后有些人不知道怎么进去的话，它其实就是在中正路。你过一个全联的下一个路口，左转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会到一个收费亭，他会给你收30块的停车费，然后你就可以进去。然后基本上就是左右边你都可以去看看你喜欢的点在哪边，这样子。OK， 那通常我是进去以后进收费亭，然后左转。我通常都是在那一块啦，就是比较，除非是那边客满才会去另外一边，才会去往和平桥那边方向。然后按照我这个图你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路口进去，然后左转这样子。OK， 那再来就是我主要就是在这个小渔船的小港这边，都在大部分都在这边范围啦。那我主要钓的点就是 A B C D 这四个点。然后我通常我选择 A 跟 B 的话，都是就是前打跟基钓，我选 A 跟 B。A 的话就是那个角，刚好这个一个角的地方。然后 B 也是这个角，就是小渔船出水口附近。然后以前还有黑格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选在 C。假如说我今天决定我要去钓黑格的话，我就会选 C。然后我也会在那边基钓。然后主要那边要钓卵石的话，也是可以钓卵石。然后 D 的话，大部分的那边的人都会在那边丢沉底啦，放活饵啦比较多，因为征兵渔港流水流大的时候，其实不适合在正面，就是堤这边做前打还是基钓，因为你那个流水太快，你根本没有办法钓。所以你要基钓的话，就是西点的话是比较不会有流水，比较好做基钓。然后 A B 的话有流水的话还可以勉强可以钓这样子。好，那征兵渔港的流水，其实大家都问我是钓涨几分退几分去钓。通常我比较不会在乎说是涨几分还是退几分去钓，我通常比较在乎的时候是流水它是往右流还是往左流。通常我会钓的流水都是左到右流。大部分的人都说这个时候是退水，就是退潮的。然后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也有遇过左到右然后是涨的，所以其实可能是因为季节关系有所不一样。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左到右的话都是退，然后流右到左的话就是涨。然后左到右就是从白灯方向流向和平岛那边嘛，然后涨水就是和平岛这边流到白灯方向这样。可是我通常有中鱼的时候都是左到右那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会看今天是长潮还是只是涨退的时间很近。假如是长潮，就是长退水或长涨水的时候长退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会去钓了。然后长涨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放弃比较多。可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一定会放弃我不钓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流水不管它是涨得怎么样还是退得怎么样，只要它完全水都不流的话，基本上我就会放弃在这边了。
我就会直接可能去八斗子还是换个点这样子，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不在乎它是涨潮还是退潮，可是我很在乎流水这个东西。OK， 然后呢，我们讲水深，大部分都问我水深，基调的时候掉多深，然后前打掉多深。基本上在那个平台上面的时候，你面对低的时候，或者是侧边的时候，基本上以我18尺的杆子，大概是5米的长度的话，大概是水深大概都是4米啊。然后它的涨退潮的潮差大概到1到 1.5 米。然后基调的话远一点丢，前面丢稍微远一点大概是在5米左右。以我目前钓的经验的话，大概都是这个水深。然后有当然它也底下有一些石头凸起会凹下去，然后就可能会有点差距，不过应该差不了多少，因为我通常18尺杆子我都是钓一只杆子的深度，然后前打的话也基本上也就是一只杆子的深度。对，好，所以那这个图大家就可以看到啦。所以要钓多深呢，其实18尺大概就是一只杆子的深度啦，只要是钓这个深度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啦，因为我个人都是这样钓，然后我觉得效果也还蛮好的。那再来就是那个前打的钓组，我的前打钓组很简单，我的前打钓组就是母线，然后八字环直线咬钳钩子吧。可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喜欢把咬钳咬得很重，咬到两颗五 B 啊，两颗六 B 啊，就是很沉的钳。我没有，我最多的钳最多就到四 B。正常来讲，我全部都是用三 B 啊。以上都是我依我个人的经验来做一个整合，然后所以不代表一定，因为在地很多正面渔港的人，大家的钓法都不一样。那我讲的，今天我讲的是我的一个钓法。那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那就帮我按个赞支持我一下。假如觉得我讲的有问题的话，还是有补充的话，也可以直接跟我讲。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影片，记得帮我订阅、分享、按赞，拜拜。